找一颗公鸡蛋放里面，轻松拉几下，打开一看，全部变成宝宝喜欢吃的蛋清。我家小孩也不爱吃蛋黄，买来试试看。第一个鸡蛋，第二个水蛋器，我们来测，长这样子。好，这里面有附软软的细胶垫，可以把鸡蛋固定，放上去有弹性。好，这样应该就可以了。行，来哦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可以了。79、80，这可以练手速。我们这个转了80圈，那我们来测一个转40圈好了。38、39、40，转40下。好，我们去主播台看，走。我们先开80下，正常的鸡。那这什么颜色啊 ？Oh my god， 跟那个落差超大。来拨开看看哦，躲，哇，完全一样的颜色。哦，好特别，我完全有期待要吃蛋黄的感觉，可是却咬不到蛋。这样你在吃布丁，其实它有点蛋的味道。如果不吃蛋黄的小朋友应该是可以接受的。回去给我儿子吃的，40下了。失败，可是它莫名的很均匀哎、哦，超硬，超硬，有蛋黄味啊，可是吃起来口感是蛋白的口感，这个弹性，懂？你看，懂？水蛋器成功。刚刚发现一个陀螺来啦，战斗陀螺，太强了！再买一组就可以玩战斗陀螺了，一颗只要48元，推！